泰国的疫情情况越来越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多些出街，同埋尽快回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不同的地方总会搞不同的活动，目的就等大家不要那么闷，多些消费。为了吸引多些曼谷人可以出街消费，同埋不用家那么闷，可以开下界嘅话，各大商场都各出奇谋。举例 Central World 呢度咧，此时此刻就举行了一个活动叫 Market 是一个法文嚟，即系 market 咁解。喺呢度有很多嘅 booth 咧，卖紧嘅唔系普通嘢，唔系一般嘅波鞋衣出短裤咁简单，是卖紧啲泰国嘅产品。呢些产品有些是家品，有些是精品，有些是日用品等等。呢啲咧好多时都是货出口嘅，泰国本地未睇得到，此时此刻你喺呢度就一次过可以揾到买到啦，喂！嗱，以下嚟见到嘅产品咧，有部分可能你都未见过，因为佢主要咧都系货外销嘅，就唔系货本地嘅市场。但偶爾咧都可能會有一兩次一啲嘅展銷會或者某一啲嘅跳蚤市場有得賣，但係咧就不至於通街通巷有得賣咁解。今次呢一個嘅展銷會咧，基本上都有雙重意義啦。第一個意義就係等一啲曼谷人啊悶咗咁耐咧，就可以出去發掘一啲嘅新事物，睇下一啲嘅新產品，從而買下嘢。而第二個意義咧，主要啊就希望依啲嘅商家咧，都可以喺疫情之中得到一啲嘅生意啦。期望透過呢個展銷會啊，多啲人嚟買嘢，咁佢哋咧就唔使不斷蝕錢，可以有翻少少嘅進帳。咦，咁似狐狸貓嘅？嗱，現場檔口多到啦，咁我揀十個深水檔口介紹俾大家。可以呢個檔口咧就做一啲嘅陶瓷製品，除咗我哋種花啊、種草之外咧，仲可以掛喺個身嗰度嘅噃。是不是很 cute 呢？泰國人很興用啲嘅鼻通咧，即係薄荷嗰啲咁樣。咁呢個咧就一物數用啦。除咗我哋聞咧，哇醒下神之外咧，仲可以愛嚟咧就搽嗰個口唇喎。咁令到個口唇咧保持滋潤之餘咧，咁亦都有一種清新嘅感覺啊。甚至乎咧，唔係好舒服頭暈啊，亦都愛嚟捽喎。一物三用啊，更加咧有呢啲嘅包咧，咁擺咗一啲嘅有關嘅物料落去，個包咧拎住咧都會好香、好清新咁話添噃。嗱，呢個頸枕咧係特別設計嘅，表面上係普通嘅頸枕，但其實裏面咧設計咗咧就有一啲 aroma 一啲嘅香氣就可以咧滲透出嚟，所以你一邊享用呢個頸枕之餘咧，一邊就可以聞到一啲好香嘅味道啦，啊！嗱，呢啲嘅 body lotion 同 shower gel 咧個設計相當獨特，以前我曾經介紹過，記得喺唔知邊個嘅展覽中心藝術館裏面咧都有得賣，但唔係通街都有得賣，而喺呢度咧就可以一次過揾到曬咁多造型咁美麗嘅泰國女士服裝嘅 shower gel 同埋呢個 body lotion 啦。哇！依啲動物嘅造型咧，惟肖惟妙啊，橙啊，即係大笨象啦！你咪以為木造啊，原來皮造啊，係皮造啊！嚇，啲皮嘅動物造型嘅鎖匙扣真係有趣啊！其實咧，泰國嘅皮具咧都好有名，估唔到啲皮具咧，除咗做皮鞋、皮袋之外，仲可以做呢啲咁有趣嘅動物造型鎖匙扣啊！所有嘅動物咧都真係幾靚幾得意，我都係第一次見。各位觀眾，我條菜表面上一條菜，其實係一個枕頭啊。咁呢一檔所賣嘅枕頭全部都係 handmade 嘅，有扮菜啦，有扮心啦，扮樹葉啊，就等等。咁我平時又少食菜，咁如果有咗去陪住我瞓覺咧，個夢咧多人會健康啲咁話。各位觀眾，呃神騙鬼系列又嚟啦！以前曾經介紹過，今次一次過曬曬拉喺度揾得到。嗱，呢一壇咧，我哋拜神嘅食物飲品啊，其實真係惟肖惟妙，不過唔係真嘅，係假嘅，做得咁精巧啊！兼且亦都有神壇喎，有象神啦、太佛啦，亦都有觀音，兼且亦都有拜神嘅生果啦、蠟燭啊，各方面都有，花都有。哇！你睇下呢個係咪好像真啊？
於是乎咧，一次過亦都可以喺呢度買得到、揾得到啊！所以呃神騙鬼又講少咗爛嘅嚟啫。咁你話如果屋企唔方便，即係點香拜神嘅話，請翻唔係請翻買翻呢個翻屋企擺咧，擺埋呢啲嘅道具落去咧，都咪話唔過癮。同場咧就呢個咁可愛嘅鬱喎，鬱者即係泰文鬼王咁解啊！咁雖然鬼王，但係造型賣相相當之可愛。除咗大個，仲有細個。之前喺 Icon 試飲見過，而家都可以見到有，又有襟章，又有呢個手鏈，仲有呢啲嘅玩意。但更可愛咧就係佢嘅設計師啦，阿肥仔啊！薩瓦迪卡，薩瓦迪卡，薩瓦迪卡。嗱，佢可愛之處係咩？之前我曾經介紹過咧，就係話咧，即係啲和尚大師需要一啲 PPE 嘅衫咧，係啲和尚嘅顏色咧，就係佢去設計出嚟，然之後免費送俾啲和尚高僧去做咁多嘅好事，咁梗係要幫襯下佢啦，要支持啦，係咪？多謝曬，多謝曬。Okay, 阿肥仔呢個檔口之中最受歡迎嘅咧，就係呢個扭蛋機啦。入個代幣落去，跟住一扭啊，就隻蛋跌出嚟喎。蛋裏面正正係鬼王嘅 QT 公仔，細細個，容易攜帶，仲有唔同嘅顏色，睇下你扭到咩色。今次個展銷會除咗剛才見到嘅一啲較有趣嘅精品之外咧，其實樓上啊亦都有啲皮袋啊、皮包啊呢啲較為大人同女性嘅。甚至乎啊，家私產品都有，有唔少嘅家私產品泰國製造，都幾有趣、幾得意噶。舉例咧，呢啲藤製嘅家私，冇錯，用藤製嘅家私啊，就可以做到咁美輪美奐，幾有設計感。連塊鏡啊，都係用呢啲藤去製造，所以即係話泰國乜都有啊。另外呢一款嘅凳咧，都揚威國際噶。如果有睇嗰套電影叫《Hunger Game》嘅話咧，裏面有一場咧就係擺咗呢啲凳喺度啦。原來都係泰國製造噶，但係穩唔穩陣咧？坐下先得。場內除了一啲得意嘅玩意之外咧，仲有啲家具啊。舉例呢一個嘅家具咧，泰國設計用咩材料做呢？用紗布咯，冇錯，呢啲係紗布嚟嘅，用紗布嚟做呢啲嘅家私啊。就以呢張凳嚟講咧，價錢大概13,000匹左右到啦，咁樣充滿創意，而且顏色幾靚添噃。講到顏色靚咧，我覺得呢啲咧類似雞籠嘅燈咧，啲顏色仲更加靚。哇，擺喺屋企都幾唔錯。呢一個 Marché 嘅展銷會咧，一直咧就至到10號嘅，所以住喺呢度嘅朋友咧，不妨去睇下，光顧下，振興消費到位。